吴佩珊。好，佩珊，我相信呢，今天这是属于你的日子，因为今天以后，我想这个功成名就啊，就要看这一天。可是呢，不想给你这么大压力。问题是，压力来自于对自我的期许。吴佩珊小姐，你有不能输的压力，你的压力来自于你对你的要求。你不希望你是个谐星，问题是你一直在做谐星的事情。好了，参加这个节目也参加这么久，无非就等这一刻。我要先说的是，你已经打败了那三十几个，你已经不错。当然，能够进到最后，我希望只要第六强不是你，今天死而无憾，三男三女拼一回啊！这样的一个胜面，最后输家赢家是谁，又代表什么？其实很难说，但是最重要是你尽力，而且很多人都看到了。你好，我们是吴佩珊家族的亲人家族，我是爸爸、妈妈、阿姨、姨父、哥哥、嫂嫂。佩珊具有全国最多同名同姓，希望所有吴佩珊的亲人、家人、朋友一起为吴佩珊加油！一二三，恰恰恰；二二三，恰恰恰；三二三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之间的距离，能看见你甘心犹豫的你，就是你让我愉快的你，靠近你快不能控制自己，还是生命局潜伏在我心里，我就快要昏迷，是因为你。我是你，不必怀疑，这一秒要你满足所有好奇。我是你，我的热力感应太刺激，兴奋的表情踏着你跳的神经，强悍的旋律是你我的呼吸，踏着你到我这里，我们的爱情相同的记忆、yeah。I'm ready for your love， 眼光紧紧锁住你。哦、oh ，我要你为我疯狂。不必怀疑，这一秒满足所有好奇。我的能力感应太刺激，兴奋的表情。是你我的呼吸，到我这里，我们的爱情相同的记忆。我是你。不必怀疑，这一秒要你满足所有好奇。我是你，我的热力感应太刺激，兴奋的表情，他是你跳的神经，强悍的旋律是你我的呼吸，他是你到我这里，我们的爱情相同的记忆。要访问，因为他今天很激动哦，他今天有来就是佩珊的妈妈哦，这位就是吴妈妈吗？啊，你是吴妈妈？真的？哦，妈妈，妈妈说句话，妈妈。今天佩珊表现的妈妈，哎呀，啊，妈妈。我叫华明哥。什么？恰恰恰恰恰恰。闪亮亮，真的。妈妈在哪？妈妈。哦，妈
妈，今天佩珊表现得如何？是我看到了。嗯，您认为呢？今天佩珊表现得你还满意吗？很好。佩珊在妈妈心目中，你永远是最棒最好的。谢谢。尤其是哈、哦，又要唱又要跳，对不对？对，很累。哎呀，而且她刚刚在下午彩排的时候，那一段国标舞哦，都还跳得哩哩啦啦，我们大家替她捏了一把冷汗，因为国标这种东西其实哈、哦。很吃力，但是又不讨好，你知道吗？对，因为又要唱又要跳，确实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。那个气哦，有时候会上不来。可是我觉得他今天表现，妈妈很高兴。好的，因为这是他最爱的工作，所以我也很赞成。妈妈永远支持你。管庆同学，管庆来。刚刚管庆呢，拿下了这个现场是47个灯，他加上四位主审老师给他的总分是80分。那么，现场我们要先看到的是，哦，佩珊同学的总灯70个评审团给我们佩珊的灯数是50个灯。哦，我心脏都快跳出来了。我们这个现场呢，要交给这个我们的律师哈，为我们做见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要让电视机前的你休息一下，进广告。